呢度，嗱呢個 soft pan 嘅呢個 cupcake， 都又有 cupcake， 又有雪芳 cake。呢邊啊，你個碟喺度啊。食完咗又埋一樣啦，咁味。哇，你洗得翻。係喎，你有冇同大家打招呼啊？揮揮手，揮揮手，揮揮手。而家卓小 B 食緊下午茶啦，頭先沖咗個涼，同埋瞓咗個覺咯。嚟，呢個飲下先。同古彪西下手先，哦，原來會咁樣見到噶，你真係 keep 住一樣死一啖。飲啖水，你係咪珠心算啲朋友嚟噶？新少少，你已經開始進展呢個珠峰期啦，唔該曬。食住呢邊啊！今日都係勁多香蕉啦，用曬香蕉去補球。
道门唔使你搞啊，又嚟珠心算。見到啲小朋友都係咁樣揈下揈下隻手。好像一啖飯一啖餸咁，我覺得，所以就依樣咬一啖，嗰樣咬一啖。其實咧，呢個珠江蕉本身唔係諗住俾佢食噶，唔覺意唔記得咗落糖，所以佢先有得食。誒，噎咗你。有冇咁貪心啊？謝謝。我哋今日唔補奶啦，今日你有好多嘢要食啊，補奶啦。不是冷静啲，冷静，我帮你扶住下，你饮啖水，唔记得攞个水瓶。咩事？有 pose？ 哎呀！嚇咁樣嘅，你諗住匿埋啊？
哎呦，哎呦，笑咁样嘅，你咪饮啊！啊啊！我哋咬咗咋？你以为我唔知啊？其實這個究竟是什麼動作呢？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。嗯，哎呀，你不如吃了那裡先吧。好，我拿開了先，你吃了這裡先吧。嗯，怎樣啊？你想說什麼？你說清楚。嗯，你不如吃了吧。哎呦，又開始了。小姑姐來了，幫你跟她揮手啊。嘿嘿，對了，是你自己揮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是不是務求要讓滿在你的口腔裡面？咦，這樣放出來的。你要喝水啊？好，是你叫你不要撳啊，這樣這裡啊，這有個位置給他住的。你放不中啊，你他的位置在這裡啊，我們要Hello, 冠主。Hello, hello, 是不是？喂，你啲衫好咗少少。呢度，呢度先。飲水，飲水先。如果唔係會飛㗎，係啊。
你唔飲水先嘅話，佢哋會飛走噶啦。飲啦，細細死唔飲啊嘛！啊，飛飛飛翻嚟啦咪，你飲咗水佢就飛翻嚟噶啦。哎，擺得啱喎，好做得好。姑姐讲你有礼貌喂。你可唔可以同 B B 分享啊？跌咗啦又，你交去你隻手度咪得咯，你就交去佢隻手嗰度。係嚟交去佢隻手度啊！整跌咗嘢啊！俾佢部片，俾啊！呢度啊，爭咗叮叮叮叮，冇嘅，你俾一啲空氣出嚟啊！蔡思斌嚟喎，我哋見到你個惡行啊！啱啱掉嘢啊！你咪夠啦，你掉嘢就夠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唔死啦，要玩啦，係咪啊？可惡啊你！係哦，你想住俾大家睇，我清咗只碟啦，假噶！你頭先掉個嘢嚟啊，嚇！
能救的了。他嘗試執緊個雪雪，但他可能又執咗嚟諗住掉啊。好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哇，咁犀利嘅咩嚇？咁樣又吸住嘅喎，又會。嗯，唔使啦。咁即係點啊？哦，好。啊，你想加水啊？是啊，差不多吃完了，不是，不是差不多吃完，他是吃完的，虽然有一塊是丢了，但他可能觉得够了吧。通常开始呢会丢一些东西玩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可能够或者冇耐性，繼續食啩，豬肉。哇哇哇哇哇！係，好，你成功揭開咗個蓋。好啦，咁我哋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啦，下次再見啦喎。係咪可以揮揮手啊？揮揮手。拜拜。嗯。拍拍手。好啦，佢講拜拜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